方在此呼吁哦，不论是白天或晚上哦，警方都会 不定时、不定点的来取缔这个酒后驾车的行为。各大公司行号举办尾牙的季节哦，啊，在这里哦，北斗分局呼吁大家哦，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酒后开车会造成严重的重大伤亡哦，所以在这边警方会不定时、不定点，不分白天或夜晚哦，加强取缔酒后驾车，以免酒驾害人害己，造成好几个家庭的破碎哦。这阵子尾牙哦，大家有的吃姜母鸭或是烧酒鸡来进补哦，但是警方在这边呼吁哦，民众如果有吃这些添加酒精类的食品、哦物品之类的哈，请大家酒后之后记得搭计程车回去，或是请人代驾回去，千万不要有心存侥幸的心理说哦，警方不会拦查，警方我们警方一定会不定时、不定点在各个路段来加强取缔酒后驾车的行为。我在这边呼吁民众哦，喝酒开车会害人害己，然后造成严重的重大伤亡，警方一定会严加取缔哦。这部分我们北斗分局会严加来控管这方面的酒后驾车的情形。在此，警方呼吁各个民众哦，你们在饮用这些有添加酒精类的食品的时候，记得秉持着酒后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的方式，一定要请代驾或是使用安全的交通工具回到家。因为目前好几个地方都发生酒后驾车肇事的重大伤亡案件，警方在此呼吁，不论是白天或晚上，警方都会 不定时、不定点的来取缔这个酒后驾车的行为，避免发生重大的交通违规。另外，分局也呼吁各个民众，你们不论清晨或是夜间出门，请佩戴反光设施，穿亮色系的衣服，可以提升自身的能见度哦，来提高自己的安全。